拉松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内心却在一次次的奔跑中被照亮。它让我看见了阳光，看见了希望。10 years ago, Liu Haijun came to Beijing from Harbin all by himself. 就我八岁的时候视力下降嘛，完全看不见，是20岁、21岁那两年。那时候自己就是从来没有出过门，就觉得生活很没有什么意义了。However, what Liu didn't expect was that a single remark from a guest would end up changing his life.当时是我的客人，就跟我提起说何亚军跑过多少场马拉松，又去过雪山，这种生活太让我羡慕了，立刻就成铁杆粉了。有时间参加明天立跑的请抓紧报名啦，我要报名按钮全网网友秦姐明天6:30按钮保存报名成功通知嘿、hey, ，Hello。嗯，来，扶着我先吧。好。2, 3, 4, 5, 6, 7, 8不用太快，不用节奏，不用复杂，但是动作要做到位啊。开始跑这个体能对我是很大的一种挑战，感觉这个腿就不是自己的一样了。尤其是南园那个大坡，就感觉特别是让人绝望，你知道吧？我一累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两个脚脖都是肿的状态，那时候就没有不疼的地方，就只要一放松，这腿都直抖的那种感觉，放不开嘛，就紧张，怕摔倒啊，就各种恐慌的那种感觉。绳之间是有一段延迟距离的，所以说我就会缠得紧紧的。志愿者一定注意啊！你现在带着盲友，他的安全全在你身上了啊！不能偷看啊！大家听着，记不记得点儿？这个一点都看不对着点儿，咱们按照他的节奏去跑。Before the volunteers in the group accompany visually impaired participants during a run, they all undergo a series of training. 戴上眼罩以后，你的平衡感也不好，而且没有直线的感觉了，都。对。你现在说话已经是斜的了，不是正的了。啊！天哪！我感觉已经我不知道方向。对。还是很害怕呀，有点不敢迈腿。相信你右边的人。好，我要先。志愿者真是需要爱心，需要责任心。那你是要把他安安全全的带出去，又安安全全的带回来。Over the past 6 years with the guide team, Liu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many volunteers, but Wong has been the one he's most in sync with. 注意啊，准备走弧线，准备走弧线。他是我心目中的保护神呐。跑三跑路太容易呀。With Wong's patient support, Liu's running started to improve, but just then he was suddenly struck by a serious illness. 当时他的整个左眼球全都鼓出来了，非常非常严重了，就是一种药疹。就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上印儿。之前那个泡都摞着摞的，从上到下，密集恐惧症似的。最感动的应该就是我有病期间在家里对我那种无微不至的那种照顾了。哎，到家了，到家了。看到他这种情况，就把他从他们那个按摩店就接到我们家去了，为了照顾他，我们俩是睡在一张床上。当时是因为他身上痒，然后呢晚上会很不舒服嘛。他也怕晚上影响我休息，他就自己就不告诉我，他就跑到我们家客厅的沙发上睡的。不是说我一个人照顾他，团里面的那些哥哥姐姐们，还有那些志愿者，就定期的给我们送。我之前体重就很少超过120，但在哲哥那块给我喂到了130了。After recovering, Liu was eager to start his running training again.那次生病之后体能变差了很多，每次去奥森跑步又怕拖哲哥的后腿，然后我就在家天天练习爬楼梯。
第一次累的就浑身汗出的就跟那个从水里刚捞上来似的，那两个腿就突突突突突都抖得不停，然后我就逐渐的五层十层或者一天爬两次，到最后我能一口气爬四趟，那就明显感觉这俩脚有力量了，我就鼓足勇气参加了北京马拉松。记忆最深的就是第一场北京马拉松，唱国歌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能三万人站在天安门前对着国旗唱着国歌。北马是全国跑者的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且我要能实现，我就觉得也特别自豪。拍照中 ，AI 智能识别返回。天安门后边还有个龙。图片中是一枚金色的奖牌，奖牌。他现在跑半程马拉松的时间是2小时5分，配速是5分50多秒，我已经跟不上他了。陪他我肯定是失去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也得到了很多，就是自己内心也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分离只能静静等待关于你的消息。当我觉得我很悲催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觉得我可以阳光一些。只要抬起头，蓝天依然在那里。哎，这往前一点，哎，对，就摸着了。相信我要快乐，相信你。之前属于没人关心、没人问那会儿的，到了中央团就感觉时刻身边都会有人关注着你、关心着你。你帅不帅？帅，下课等待着。我了解他什么时候他开始唱歌了，就证明他今天非常开心了。他是不是从小就全盲了？在他美好记忆里面，水占有很大的比例。我的网名叫流水，千条溪流归大海，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大海。我答应他有机会去海南跑海南马，就可以很好的跟大海交流。我要回到童年，永远长不大，这不就是家吗？他的那个笑声，那身边的人也挺受感染的。Wang and Liu support each other and provide mutual comfort. Their bond has also touched another volunteer. 我们俩真的第一次说话就是2022年无锡马那次，我们陪一个盲友，我们是他的志愿者，我们才是真正的开始有所交流。哲哥日夜给他抹药，你知道吗？那对，在哲哥家的时候是住了好几个月。那天要吃不下去，就跟哄小孩似的哄着。每次带他去看病，给他拿药，再包括他平常我们在团里看见的那种，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太好了。It was Wang's attentive care for Liu.That deepened Fei Fei's resolve to commit to him for life. Zhou Ge 也是，事业爱情两不误。对呀，你也是北马，你们说说看，北马这神奇的。同学，我们这孩子的小名就叫小北了，不仅仅是北京的北，是北马的北。我愿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喜欢跑步，也能作为就是猪二代。以后娃出来就没事，就是你带了啊。没问题，我还等着小北陪我跑全马呢。人生新的体验嘛，我能以盲人身份参加，简直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加油！鞋带检查完毕。3、2、1。
现在就感觉精神面貌的提升和身体能力的提升，包括性格的改变都很大。现在只要想走抬腿就走，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大家都有一个归属感，都觉得这个助盲团是一个家了。